大家好，我叫 YC。 大约在十年前，我开始报读了我的硕士学位，因为这个硕士学位是有研究到有关于雷达传感器的方面，而这项研究有运用到这个无人机的科技，也因如此我开始接触了无人机。还记得在那个年代，无人机并没有像现在那么被普遍化，并不像我刚才用手能控制那么先进。在那个年代，无人机我们都不称它为 drone， 而我们是称它为 UAV，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那么我们可能看到，从这张图，这张亮眼绿色的无人机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那一架无人机。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架无人机的时候，我就心想，这不就是一架比较大架的遥控飞机罢了吗？可是以那个年代的科技水平来说，这个尺寸的无人机是属于很小架了。那么之后随着科技还有年代的进步，无人机慢慢开始有一些演变，被改良，它的尺寸从大到像民航飞机那么大，被设计成小到像小鸟一样。最重要的是，它的价格也便宜了很多很多。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想要去拥有自己的无人机。一开始有这个念头，其实是出于觉得无人机很好玩，很刺激。可是往往事实都是相反的。到今天为止，我还很记得我第一次飞无人机的时候那个感觉。在大热天下，我飞行无人机飞了30分钟。在这30分钟里面，对我来说是相当难忘的一个经历。为什么呢？因为我完全没有兴奋，完全没有开心，完全没有觉得好玩的感觉，反而只有一种感觉，就是紧张到半条命。因为头脑里有一大堆的幻想，怕会撞到小鸟啦，怕会卡到树枝，导致这些坠机的问题发生。最重要的是，在这30分钟里面，我都一直抬高头看着天，去控制这架无人机。那么飞行过后，我发现到我的颈项超级酸痛。当然后期我就进行了一些飞行的训练，那么慢慢开始熟悉了无人机之后，我发现到我更加喜欢上无人机了。因为它其实启发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它让我使用不同的视觉角度还有不一样的方式来看这整个世界。之后呢，我就使用无人机慢慢开始进行一些航拍。那在航拍的过程中，其实我发现到我无形中学习了很多我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去在乎的东西。就打个比如说，我去观察这个风的速度，我甚至去观察这个风的方向，还有去看这个云的密度，看今天到底会不会下雨。那么另外在航拍方面，它和我们普通拍照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无法使用闪光灯来拍照，那么我就必须依赖这个自然光的方向来捕捉我想要拍的情景。也因为这个原因，让我领悟到更好的方向感还有距离感。那我们能看一看这张很美丽的日出照片。那这张日出照片其实是在我家的门口上空所拍到的。其实航拍对我来说，每一次起飞都是一个新的体验。要不是航拍，我根本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我每天最少会经过2次，去上班还有下班回家。因为这个航拍让我发现到，原来我的家的上空每一天都有这么美丽的日出。那接下来这个地方是大家相当熟悉的一个地方，它就是我使用无人机在马六甲的红屋高空中所拍下来的。那么航拍的照片有一个特点，它能让我们很清楚很清晰地看到这个地方所有物体还有事件。那航拍让我对这个地方更加有深入的了解。从这张照片我才发现到，原来马六甲的红屋这个绕耳包是有被特地设计的一个图案，而在这里的三轮车从高空中看下来，竟然是有一个蝴蝶的形状。那这张照片呢，是我在马六甲市区的 Element Mall 从高空中所拍下来的一张照片。每次我看回这张照片，我都会发现到中间这个玻璃天花板从高空中看下来，就很像一只很可怜的小乌龟，被高楼大厦包围着无法逃出来。而这张照片呢，是我去年在马六甲取景的时候所拍到的马六甲寒雪宴。那我第一次拍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我有吓到一下，因为这个马六甲寒雪宴它的面积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很多。
而且我们也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建筑物它的整体架构还有设计，它这个屋顶是配合了这个中国客家的土楼风格，再加上马来族传统的屋顶设计，整体的感觉很漂亮很美丽。那么下面这张呢，就是我在达曼沙拉 One U Shopping Center 它的户外停车场所拍到的一张航拍照片。当我看回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发现到原来这些车从高空中看下来，每一辆就很像玩具车，很整齐的被排在一起。而且我也发现到从这张图，这一区的车主感觉上他们都好像比较喜欢亮色的汽车，因为我们能看到大多数都是亮色的。当然使用无人机进行航拍以外，偶尔我也会使用无人机来进行一些航拍的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航拍的视频已经慢慢慢慢地深入我们的生活里，不管是从电影或者是电视剧，甚至是新闻还有广告，我们都能不断地看见这些航拍的视频。而这几年来，我就在马六甲不同的旅游景点拍了很多很多航拍的视频。航拍的视频很容易把我们带入故事里，那么我就简介了一小段，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视频是介绍马六甲比较出名的旅游景点。没错，大家能看到航拍出来的视频，只要我们配合上一些很大气的背景音乐，整体的感觉就变得很澎湃，很有感觉了。那么在这段时间通过航拍，其实我发现到大家对无人机的认识只是很表面罢了，并不深入。每一次我使用无人机在一个新的地方起飞的时候，我都会面对到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路人甲他们都会问我一大堆同样的问题，不管是去到什么地方，他们的问题都不会改变，都会问一模一样的问题。那他们的问题都离不开这几个：你在飞无人机吗？当然我是在飞着。然后他就会问，这架无人机会很贵吗？多少钱？甚至有些会问，他上面的相机是高清的吗？好料吗？有些就会问，他能飞多高？他能飞多远？他能飞多久？还有他能飞多快？甚至有一些比较搞笑的兄弟，他就看到我飞无人机，他问我一句，这个无人机看起来好像很好玩，能借我飞一下吗？当然通常遇到这些提问我都会拒绝，因为我要确保这架无人机的安全。那么每次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的心里其实觉得无奈，甚至会觉得很烦，因为每次问来问去都问同样的问题。因为我在控制无人机的时候，我必须非常的专心去确保这个飞行是安全的。在这个时候就让我想起了这么一件衣服，就是我现在身上所穿的这件衣服，上面写着飞行中别打扰，请自找答案。那么穿这件衣服去控制无人机的时候，我就能很轻松很专心的去飞我的无人机，你们这些路人甲要问问题自己找答案。当然无人机它的飞行还有拍照功能只是它一个很基本的功能罢了。透过这些年来，我发现到或许我们能够使用无人机这些基本的功能，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创意性来再放大它的可能性。那以下我要和大家分享两个视频，这两个视频我们就能看到这些兄弟他们使用无人机来在他的生活中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能看到这位兄弟他就运用了这个无人机，谢谢。我们能看到这位兄弟他运用这个无人机来在家里换灯泡，感觉上这个方法对于那些很怕使用楼梯爬高高的人是一个蛮好用的方法。可是
事实上，在这个事件的后面，这位兄弟他是打破了很多粒灯泡才换到这么一粒。那么下一个更加厉害，这位兄弟他竟然使用无人机来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当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心想，这把扫把好像一点都不便宜嘞。当然，我们能使用无人机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就比如说是测绘。那测绘就是一般上我们所说的量地，它是测量还有绘图地面的图形，再加上这个计算的技术，还有配合上这个空间科学为基础，再加上全球导航 GPS。我们就能很清楚地测绘到一个地方，它的地形还有它的独特点，再加上这个界限。那我们从这张图我们能看到，这个是被使用无人机被测绘出来的一个测绘图。那暗色的地方是属于偏低的，而亮色的地方是属于偏高。我们能看到从这个图，我们能了解到整个地区，这个领域，它的地形，它的架构是长什么样子的。而且就连在这个地方有7284，它的高度都能很清楚地被测绘出来。那么使用无人机来进行的测绘好处是，使用成本很低，省时间，安全，最重要的还要是可靠。除了使用无人机在运用在这个测绘方面，我也使用了无人机运用在农业方面。有一天，我一位居銮的朋友，他是一位游种园的小园主，那他就找了我帮忙，叫我使用无人机来为他这个游种园进行一些分析。那他的地大约20 hectare 左右，我就花了3到4天的时间，使用无人机在这个范围拍了几十千张的照片。那这些照片每一张必须经过一些很复杂的后期图像处理，来合并起来，以便能得到一张很大张的游种园地图，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张。这张地图和我们在 Google Map 上所看到的地图是有区别的，因为每一张照片都是游种园即时的图片，也就是说这个合拼出来的地图其实是代表着这个游种园的即时状况。或许在现阶段我们无法看到很有用的信息，假如说我们放大这个地方来看，在这个领域我们使用人工智能为这个地方进行一系列的分析，那我就能很准确很精准地算出这个地方有多少棵幼苗的油种树，有多少棵成年的油种树。这么一来，我们就能在很短的时间了解了这个油种园的状况。那除此以外，在同样的地方我也使用了一种相机，我们称它为 Multi-Spectral Camera， 就是高光谱相机。那高光谱相机所拍出来的照片有一个很独特的信息，经过一些复杂的后期处理，我们得到一个指数，我们称这个指数为 NDVI，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那么这个指数能给我们什么资料呢？从这个指数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植物的光合作用活跃度。那我们能从这张图看到，很亮色的地方是代表着很活跃的光合作用在进行中，而暗色的地方就是相反的。那我们能从这张图看到，其实有一棵油种树，它的颜色是比较偏暗色的，那么我们就能很针对性的为这棵油种树进行一系列的检查，或许它是得了什么疾病，还是有营养不良之类的问题。当然，正确和适当的使用无人机，无可否认真的是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好处。可是假如说今天无人机被误用了，大家觉得会发生什么事？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其中一个，就是它会对野生动物造成伤害。那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它是有一只熊妈妈，它正在救快跌入山崖里的熊宝宝。而这一个视频是有一位无人机技师，他使用无人机所拍下来的。可是他为了拍到更清楚的画面，他就把这架无人机飞向这对熊里，而把熊妈妈吓了一跳，导致了这样子的悲剧发生。
熊妈妈被无人机吓到，来不及救她的熊宝宝了。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是相当的生气的，因为这些不负责任的机师，他们误用了无人机所带来的可怕性，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可怕很多。另外，在去年的三月，在深圳和香港的海关，他们就获获了一个专门使用无人机来进行非法活动的团伙，他们称这个团伙为飞线。那么这个团伙，他就在深夜里使用无人机带着一条线头，在深圳的公寓飞到对面的香港来设置了这一条飞线，他就使用这个管道来进行一系列的走私活动，运送这些电子商品。无可否认，这个方法真的很有创意，可是却误用了无人机在这个非法的活动，多么的可惜。假如说我们使用同样的飞线运用在一些灾难的救援行动，那不是更好吗？那么在未来，无人机还能为我们做一些什么？能够自由在天空飞翔的无人机，在未来的日子里肯定会为我们带来无限的可能还有惊喜。以下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假如说有一天在某个地方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灾难，而且这个灾难还要是发生在晚上，周围的通讯塔都遭到破坏，整个区域它的通讯是瘫痪了，那么对于救援队来说，这项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救援行动，因为外界和灾难区完全失去了联络，同一时间黑暗的晚上，救援行动就会变得难上加难了。那这个时候，假如说我使用很多架无人机飞到300米的高空中，每一架无人机都装备着超亮的 spotlight， 无形中形成了晚上的太阳，照亮着整片灾难区。另外，我也想象成每一架无人机它是一个会飞的网络传感器，在这个高空中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数据的端口。这么一来，困在这里的人，他们就能发出他们位置的信息，个人位置的信息给这个救援队。这么一来，救援队就能使用这个资料来做出最有效的救援行动。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一个比较大胆的想法，或许在技术上方面有很多事情我们该考虑的，可是它的可行度是绝对存在的。从此可见，在未来的日子里，无人机将引爆一场在空中的大数据革命，人类该如何使用自己的创意还有自己的同理心，并且一起和无人机迈向未来，这一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个方向。那么就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期待和迎接无人机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吧。谢谢。